各位西瓜大屋嘅居民，新一轮嘅核酸检测开始啦，请到西华街两旁服务中心，奉完正佳六十六号进行排队检测。 BBQ 了，我操！广东美博会，想不通了。美博会大撤退，最后10秒钟能跑的出门了就出去了。没有啊，现在还不知道啥情况。我们基本上不考虑出去，只考虑顺着人流能走多远就。 太暴力了！